酒后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。警察不是叫大家不能喝酒，而是要驾驶朋友，如果你喝了酒就不要开车。参加餐叙的时候，最好采取下列方式：改搭计程车前往，指定一位伙伴不喝酒，餐叙后负责送大家平安回家。也提醒您，千万不要搭酒后人开的车，更要保护您的亲友与家人，不要酒后开车，保护你也是保护全家人。